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车。这间电梯三房车位在土城区中央路一段，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车。我们这间电梯三房车位在土城区中央路一段，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后阳台的部分。这个物件社区名称叫做黄翔 Park， 屋龄有2年多，物件总楼高有32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12楼，全幢将近有50坪，我们室内的使用空间大约有24坪左右。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一个阳台，还有一个平面大车位。这个物件是我们土城当地的地标，因为总楼高非常的高，有32层楼。周边的生活环境非常的棒，距离我们土城捷运站大约将近只有800公尺。慢慢走就可以让你们轻松的到达。附近的学区也非常的多样化，有乐利国小、广福国小，还有土城国小、中正国中跟土城国中。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这种新建案，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目前报价1958万，换算成一坪单价也只有46万出头，总价真的非常的便宜，单价也非常的低。如果你们正在找这种捷运周边的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后阳台，也就是我们工作阳台的部分，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宽敞，基本上可以让你们放上将近有4台洗衣机这么大的使用空间。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室内的屋况。我们这个物件是全新未使用过的物件，室内有做简单的天花板跟照明灯的设计，完全没有使用过。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主卧室，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主卧室，这边是我们主卧室的空间，使用上面非常的宽敞。由于我们这个是高楼层，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12楼，景观非常的漂亮，采光也非常的好，3个房间都有对外窗，3个房间都非常的明亮，而且也非常的方正。这个物件周边的生活机能非常的棒，我们这边刚好是属于市中心，走路的距离内可以到我们当地的日月光广场。周边的生活采买也非常的棒，有家乐福，还有全联，还有连锁超商，日常用品随手可以让你们轻松的采买。
如果你们本身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可以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目前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我们这个物件社区名称叫做黄翔 Park， 屋龄只有两年又一个月，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宽敞，室内的使用空间大约有24平左右，我们全幢将近有50平，现场的使用空间大约有24平左右。物件总楼高有32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12楼，每一层有6户，共用3部电梯、2个逃生梯，使用上面非常的方便，而且可以算不用担心电梯不够使用。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主卧室的卫浴，使用空间真的是非常的宽敞。如果你们大家正在找这种新城屋，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的卫浴有对外窗，室内还有装冷热气的抽风机，非常的实用。如果你们大家本身有任何疑问，建议你们大家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主卧室的格局。主卧室的格局使用空间不算大也不算小，基本上放上双人床还有多余的使用空间。由于我们这个是新建案，公设比会稍微高了一点，很多人都会非常在意室内的使用空间。如果你们大家不排斥，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来现场实地的参观做比较。目前的新建案公设比虽然比较多，但是它的管理非常的严谨，我们有24小时的警卫室管理，基本上安全上面非常的严谨，而且不会有外人随便进出。周边的生活机能非常的棒，我们进海山商圈，走路的范围内可以让你们到达我们的海山站。生活机能也非常的多样化，附近有当地知名的土城医院，还有我们当地知名的土城日月光广场。走路的范围内也可以让你们到达我们附近的市场，传统市场有日和市场，还有和平市场，还有裕民市场，还有学府市场。如果你们大家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195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6万出头，而且是有含装潢的物件。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主卧室的现况，物况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这个是新城屋，格局也非常的漂亮，三面采光，采光非常的棒，而且也非常的通风。室内有做天花板，而且有做基本的照明设计。如果你们大家不排斥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我们室内的使用坪数大约有24坪，不算大也不算小。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的公共卫浴。
这边是我们的公共卫浴，使用空间还算不错，大约可以容纳十个成年人这么大的使用空间。再一次为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我们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中央路一段，社区名称叫做环翔 Park， 物件总楼高有32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12楼，全幢将近有50平左右，室内的使用空间大约有24平。我们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还有一个阳台跟一个平面大车位，使用空间非常的方便，室内的使用空间大约有24平左右。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是195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6万出头，总价非常的便宜，单价也非常的低。如果你们大家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这个物件是全新未使用过的物件，目前单纯买卖，没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如果你们大家有任何疑问，欢迎你们大家随时打电话跟我电话联络。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能够为你们大家做服务。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二个房间，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房间，我们三个房间都有对外窗，三个房间采光都非常的棒。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房间，格局非常的方正，采光也非常的好，室内使用空间稍微小了一点，这点要特别告知你们。我们这个物件像这个房间基本上放上双人床只剩一点点的走路空间，如果你们大家家里成员比较多，像这种空间建议你们大家可以放那种行军床，也就是属于那种上下铺，上下铺可以让你们节省室内的空间，而且也可以增加我们室内实际的使用空间。这间房间放上双人床只剩一点点的着陆空间，确实是会稍微小了一点点。如果你们家里有成年人或者是小朋友，建议你们大家可以放上那种上下铺双人床，使用上面会比较方便，而且也比较不会有拥挤的现象。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参观现场，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现场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为你们介绍我们第三个房间。我们第三个房间采光非常的明亮，基本上白天不用打灯就非常的棒，而且视野非常的漂亮。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户外的景观，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像我们这种楼层，基本上早上非常的明亮，晚上看夜景也非常的漂亮。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是195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6万出头，全幢将近有50平。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一个阳台跟一个平面大车位，使用的空间非常的宽敞。室内的实际使用空间大约有24平。如果你们大家不排斥，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黄翔 Park 是我们土城当地的指标建案之一，总楼高非常的高，总楼高有32层楼。我们目前销售的楼层在12楼。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来现场参观做比较。这个物件真的是非常的超值，而且地点非常的棒，距离我们的市中心非常的近，近学区、近捷运，而且近商圈。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第三个房间的格局。再一次跟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现场的资料。这个物件社区名称叫做黄翔 Park， 屋龄有2年又1个多月，总楼高有32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12楼，全幢将近有50平，室内的使用空间大约有24平，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一个阳台，还有一个平面大车位。目前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客厅跟我们的厨房，现在有很多新建案都是属于开放式的格局，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或者你们本身不排斥，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实地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这个物件性价比非常的高，因为我们这个是全新的物件，完全没有使用过。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你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的餐厅的地方，还有我们厨房的地方，加上我们的客厅，动线非常的标准，而且完全没有浪费丝毫的空间。唯一的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是开放式的厨房，如果你们大家不排斥，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实际的来现场参观做比较。有些人非常喜欢有独立的厨房，因为独立的厨房不会有油烟的问题，但是因为现在的新成屋公设比非常的高，所以比较没有办法会有独立的厨房，这一点是比较扣分的选项。如果你们大家真的有兴趣，建议你们大家一定要实地的来现场参观。物件的
优缺点取决于您本身是否能够接受。每个物件都有它的优点，每个物件也有它的缺点，再好的物件也是会有缺点。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的物件却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符合每个人的需求。但是如果说你们大家能够接受，基本上才有办法买到这间房子。如果你们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随时跟我电话联络，我随时可以安排你们大家来参观现场。
大家好，我是大家房屋土城房屋阿德，今天要为你们介绍这间非常超值的电梯三房车。这间电梯三房车全幢将近有50平，室内的使用空间大约有24平左右。我们这个物件位在土城区中央路一段，社区名称叫做黄翔 Park。屋龄有2年又1个多月，目前报价是1958万，现场的格局是3房2厅2卫1个阳台，还有一个平面大车位，现场的使用空间大约有24平。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报价1958万，换算成一平单价也只有46万出头，总楼高有32层楼，目前我们销售的楼层在12楼，视野非常的漂亮，景观也非常的通彻，完全没有建筑物遮挡，所以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目前是空屋，带看都非常的方便。如果你们本身也有房屋想要销售或者是要出租，也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我的服务范围有台北市、新北市跟桃园市。我的电话号码是0958702518，欢迎你们大家能够找我服务，也希望我有这个机会为你们大家做服务。今天我就为你们介绍到这里，希望你们大家会喜欢，也希望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过几天我这部影片又会改成合成胶，因为最近买房子的人非常的快速，物件消化的也非常的快速。如果你们大家也是正在找这种物件，欢迎你们大家赶快跟我电话联络。在这里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们周边有需要买房子的亲朋好友，我会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